来来来来，吃兔头。最近喜欢上吃这个了，好烫。完了，这刚开始就比较慌乱。嗯，对，先吃舌头。然后，搁这个挖眼睛，还是没有人家吃的溜。喜欢上吃这玩意儿，然后晃动砂糖，然后这都看平时，这个鼻软骨。天天就会研究吃的，呀，完了，脑花让我掰碎了，他脑袋呢？咋没有脑袋呢？哎，没看着脑花，又吃稀巴烂，拜拜。